Godless 是一种祝福。我们眼前呢、啊，有一股力量默默地守护着我们。但是这份祝福对某些人来说，就像是一场诅咒。法力，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矫正所有错误的因果，是因果矫正师的工作。原本的因果秩序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却因为某一个人而完全改变了。这么多年了，照理说对人类的生离死别，应该是很习惯了，不是吗？你爱上他了吗？我不会放过跟那个人有关的一切。爱情